这十摆拢双击啦，今仔日黄鱼五只三包。今仔黄鱼五只三包，你若要食黄鱼，我送来坐。来坐嘛袂，来两个啊。来头前经济也袂赴啊。我坐头前个我先坐。好，我收钱。来，我即摆要套住我袂赴啊！恁去无好买坐哦，爱去小碰一下。这有分人个面甲茶、豆包甲薄包，有个就是干来套住袂恁几只拄几只，伊个包是薄个。来，你镜头甲同意来，安尼甲试看卖，我即拢交个。这交个只会切，只会带甜啊！我再搁送你啊，再搁请恁啊，再搁你啦！我再若买五包，你连薄包你都买袂得个。我只要告你啦，来五百，给他们。来请。给他们炒，给他们烘，给他们杀。你看这个套圈的物件，你看他煮完那会好吃啊。这顶会切啦，来啊，再告你，像正常安尼五百，这回我送你。我只要卖金卡你尔，几个？两个。个人要食套圈无？套圈好无？再告你，再告你，再告你啊，五百。五百个要食套圈无？五百个要套圈无？五百。对啊，好多手机嘞。五百个要食套餐无？五百拢有啊，有我要甲收起来啊。你一定爱去啊人，去啊！你外口买拢无品，你甲买狗啊，你莫买布啊，爱买只狗的。你食着才会爽，你食着才会脆，才会甜。来，甲你收起来，套餐好无？好。上一个，我你莫去老龙买。好啦，我暂时甲你用哦。来，按所你去倒用。我意大利面甲卖到即款，逐家拢咧卖意大利面啊！哦，真正啊，真正。大，你先甲我讲话，意大利面你捌买过无？啊，好食，口味袂歹啊。我来讲哦，即个明太子的即阵啊欠卖，即阵啊我著炸三种来：白酱、白酱、青酱，啊个番茄肉酱，三包一百了，来一百块。你要啥物口味，我来给。中哦，中哦一百哦。谢谢大哥。来，有人要吃意大利面的。来，两个。两包。你要什么口味？白酱、青酱。中了，是啊，你要中。来，三个啊，两包，中了。阿边啊，要什么？你。还是八个中了。你要票啊，这。中了啊，是要啥？你也是三包哦。我选三包。你要什么酱？白酱、青酱。我爱冻河鱼啊！哦，你先试一下，国家。这个阿姊不够听话，大家排队来赶紧试。哎，老好担心啊！你客气嘛，好料上三外子啊！来，姐姐。阿姊啊，这个做工送你，你今仔个带阮大个出门啊，拢你带。妈，你放嘛，应该啊！大家排队来赶紧试，没有够多，这无送你送我啥？大家排，我一礼拜无来啊！今日落雨无？大家排队人，咱没有够多，我介绍人，这做甘心的。来，你过来，你要什么？过来，你要吃什么？讲完了。有来讲完来吃哦。啊，这你要吃过，我来讲完无？你唔捌买过啊？啊，这你要吃过，我来讲完无？包肉啊！我来讲完这卖十几年啊，你又要吃两包无？乌猪肉，两包。大姐。乌猪肉讲完过来，要来无？是的。你敢要吃包啊？高兴，高兴。两包，最后一包一包，人要来的嘛？但是要食另外一种。来包吧。有个人爱食，有个人爱食这個，吼、哦，来这個。来啊，包吧。这包是手工的，三号。这间公司你去问，三号手工肉的。伊这内底啊，这有包卤肉，你爱食这啊？一包了，一百块就好了。来两个。有个人爱食，有个人爱食这個，吼、哦。来刀子。你爱摕一包，要两包啊？三无手工包啊，讲完，你当会煮菜头中，凊彩你煮乌皮煮乌皮，好食看死。要得少啊，好贵。一百了。个人要食手工的三无包啊，讲完无，一百块。这真好食啊，这两种包好嘛。来，这两个头前面摸啊。来，我来摸了，阿哥，你赶紧冲水，冲水，冲水去倒沙缸去。来，是的，他对的。好啦，我对的。个人要手工的完了无？搞起我就用走的。唔要遐痴痴，你唔故意都惊惊百五万安尼咧？无啦，无安尼啦，讲笑啦。来三个。开玩笑，伊无安尼笑啦。三个啊。哎呀，哎呀，是啊，我去买一条鱼啦，无啦。无无，哎，这个是条，这条我哪知啊？哎呀，我来讲讲，你又几岁啊？啊，这条咧摸下，我讲话摸你摸下去。好，我来买啥？什么？
好，你要吃啥？萝卜糕。萝卜糕。OK OK。老师。哎，萝卜糕要吃百五萝卜，一百五。菜头粿要吃百五。我菜头粿你吃看看，真正好吃，遐一个客气。来两位，大点片就好，百五萝卜。我这是春水头。春水头萝卜糕。来三个。三个，我就顶起来，鱼啊鱼啊尾拢来夹一寡片，鱼啊尾啊，鱼啊尾，从红色的菜啊夹起来先，我看你是菜头片，菜头片。啊，这块菜头片你食好吗？人白白干呢？来吃。这红色三厘米了，就你菜头片你唔好白白啦。够两百来无？真正了，你两百来讲，来收着。来，你给那个什么呀？来，五百。你两千块呀？我夹落去。我要三两银头放啊，我免等啊。来啊，这啦。你有哪要吃花枝卷无？虾仁乌骨鸡丁卷，柜台的虾仁乌骨鸡丁卷。有哪要吃这西螺鲜枝卷无？这吃好吃的。来这瓶子。你要吃来三百五包。来两个。这张叉叉一百多。一百两，一百。一百多鲜枝卷。来两个啊。好的。这一个拢加十条当，三百五包，咱一包。你买一包，我搁送你五条。买，买一包，我搁送你十条。买，然后咱一包好了。这好吃啊！一包搁有人要吃无？一包。啊，小姐。这十条外口拢一包，我拢搁送你十条啊，一包好了。这当会当炒菜，会当煎煮，包括拢你啊煮汤，这拢会当。这拢当做火锅料，这物件够遐会当。来，一包搁有要来无？一包。买十条送十条。那我哪买只先知选嘛？最好就你几个月？我未食，我饿。好笑。哪个要买啥？你一天白啥？是哪几样食品？我绝对未到春节。啥无？原味、甲柠檬的拢无啊！啊，全部春节。泰式柠檬咱冇一箱，这下都人来买三份。来，你要食这个绝对免三包鱼啊，我拢无啊，两包好啊。有人要吃鸡腿的无？另外两盒两鸡腿，三百五包的，两块，两支二哩，三支二哩，四支，来，这支搁送你，拢无骨头的。今仔搁接到一张电话，味道要帮我订一箱啊。好，阿拄仔要来罗林一个，人加去味道，顶礼拜我买白豆要钱，后礼拜五讲要去味道，讲这要炸一箱，我再搁送你，这拢未好笑，我顶个给赖互恁看，两百个要爱无？我的鸡腿无贵嘞，这线路真正有够啦，有够厉害。你若无买，人家一定要试吃看卖。一百咯，来一百，人要试试啊！我一百块，来收收，你要一百啊？好钱，完美啊！两百钱，两百手呐，来，再讲你完美啊！这拢无骨嘞，吼！你若厝囡仔啥，你来买一个无骨嘞，有诶囡仔袂晓穿骨，两百一百个买啊，全家拢无啊！还有人要的吗？我今仔赶下班啊，你搁一百外，你搁一百外。你搁一包啊！你搁一包啊！紧嘞！我今仔赶下班啦，紧嘞啦！一包啊！再搁有恁啦，凊彩啦！搁一包来啊！我今仔赶下班，今仔真正有代志，四点半落来死我啦！我五点半今仔到仓库啊，今仔有较重要代志。来，你迄、那个，诶，你若要卖衫，紧嘞！我冲冲个，我讲先，这半月过伊先来紧嘞。十几岁，我紧冲啊！我今仔是足赶个。来。你咧白带，我咪皮鞋，我也袂买。但是这种我较不配，恁买白带，伤贵啦。有人要食这鲑鱼的无？爱爱啥个？爱食的人计唔免五百，免四百。来要食鲑鱼的三百外咯。有人要食鲑鱼的无？三百外，一个客人交钱三百。有人要食鲑鱼的无？三百咯。三百够，要食的三百。我来讲哦。我再告您，再告您，再告您，三百，咱要吃无？三百块可以。来，掏钱去。三百了，这堆三百你唔免考虑啦，真诶啦，一袋卖恁十块尔，哪有啥物好考虑诶？三百块尔，你。那小梁。你先下咧，下咧。来，我讲你今仔只要甲我买三百人客哦。来，掏钱哦。我加告恁吃啦，吼，来啊，今仔看。再鲑鱼三百。看时间啦，再告恁，再告恁，三百搁一个就好啦。来，掏钱我两个。再让我领啦，再让我领啦，三百五。来两个啊。系啊，开始开钱啊。啊，收钱。包贵啊。啊，这一箱听就好哦。听住，我再来手机听就好。这两斤啊，若无两斤，你起来就好啊。最后我两个三百送你啊。是啊，你卖贵啊。两个。哎，你有买鲑鱼的手来啊？有买鲑鱼的举手。我这外口恁分分的恁吃，要无？
七八真糟哩。赶时间啦，赶下班啦。恁一个人搁还要一半顿的，恁三个搁还要剩的袂当买哦。一百了，感谢恁的辛苦。一百，我是平两个。一百了，你遐清炒的。我哩，你遐啥？一百了，你遐啥？